僵尸杀手来喽！好嘞，今天我们要来把这个游戏完美的过关。来开盘！难！来，先开个盘，一次过。棒棒棒棒棒！哎呀，25万收哈！中奖名单哪里看？中奖名单会整理在。谢谢阿 J， 我这辈子第一次当分子了，以后我可以不用订24.99拿保底了，我还是能当欧洲人的，呜呜呜！我看一下，这宝宝这一次是中什么？24.99的中那个 PS5 的几率比较高哎，滑鼠垫哦，我下一次应该也是差不多1-2000个、啊，基本上也都是会中的，好不好？你也可以选择多送订阅啊。好嘞，大家投的差不多，那我们就要出发了啊。Go！ 白色版的还会出吗？旧的应该是暂时都不会出吧，以后有机会再版吧。哎，是说有没有人吃过那个啊 ？Seven 的年菜 ，Seven 年菜有什么推荐的？来，这一个地形舒服。看一下状况啊！能量应该是不急的拿，叫学长过来帮忙变变一下。哦，但是这南部的食物那是拿定喽。哦，爽哦，爽哦，爽哦！食物拿起来，可以信我吗？当然可以啊！你看我这场这个棋手，有能量，有食物，这么舒服哎！资源不足。哦，哎呦，这真的没有什么好输了，加十块，来加十块。感谢好业8个月，今天连市长都挺我，市长也这么有用。看起来这南部应该是要一起推了，这小凤可以一直推，然后这边一只，南部2只吧，左右各一。学长应该是守北边的。好，我来看看，开场的木头也够用。好像要帮忙一下，僵尸有点近。这么快就有学长了，没想到吧？我开局就惨了，4只弓箭手加1只学长。看一下，这边可以推到这，哦哦哦，腹地好大啊！田丹为什么没有反应？应该是惊叹号中奖吧。田丹是给，我也不太确定，24.99跟中奖是一起填的吗 ？KUO0815， 放心放心，信我吧。大家都认识这么久了，我会害你们吗？
Attention. You. Building completed. Gotcha. Yes. 这里可以加多少？这里可以加10哦。 好嘞，食物拿起来。我看这边都直接盖满好了，虽然吃掉一些农地。最近有推荐什么手游吗？最近哦，那当然是最好玩的 MOBA 手游《激斗峡谷》。 明天 S1 正式开始。 Attention. Building completed. You are gonna pay me for this, right? Okay. Attention. Building completed. 大家准备约好自己的朋友一起上分。 Our forces are in danger. Right between the eyes. Our building is under attack. 哦，来偷咬，可恶！ 还被咬了一口。 Gotcha. Roger that. Gotcha. Cut you. 加15，好，这边放这样吧，开个视野也好。S1世界冠军是谁？现在都来练，说不定你就有可能是 S1 世界冠军了。不过手游那还是年轻人的天下。 不钓鱼吗？钓鱼哦，我不是喜欢钓鱼，但我还是钓一下好了，加点钓一下。来，木材作坊，放北边好了。 哎，全部封死了，全部封死了，受不了了！啊，要被咬死了！哇，差点就要损失一只弓箭手，太恐怖了！僵尸真的恐怖啊！ 这边科技拉起来之后，赶快封起来了，还想偷咬啊僵尸！修理。鬼屋留到最后的战术还行啊，反正就看他在哪里吧。能先拿当然是先拿啦。我觉得如果家里经济允许的话，鬼屋先拿是比较好的。鬼屋带来的经济很多。 They are attacking the colony defenses. Oh,这边拿来发个电。鬼屋拿一拿之后，感觉可以拿个2-3万元吧。觉得这场食物应该是不缺了，直接大型弩车了。不然这样子地太危险了。 好，全都升级了。两只升级了，还行。西门先早点封起来好了。西门这地理位置不太好。 石头在那边哦，这边要推出去有点难度了。嗯，僵尸又开始偷咬了，直接弩车不演了。
来，西门，封印。安安呐，呆呆。西门封印之后，食物拿一下。其他地方也要小推出去了。好，这里放好。学长来混啦、啊！是学长，墙壁已经被咬了，墙壁已经被咬了。Yeah. Attention. Building. 目前都还没有跑会跑的僵尸出来，感觉鬼屋应该在这一带。左边一只。Gotcha. They are attacking the colony defenses. Just tell me what to do. 该挖石头了。You again.Any orders? Attention. Building complete. Better be good. Yeah. 哦，跑步僵尸。难道是在这一区吗 ？Yes. Attention. Building completed. Atten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finished. Okay, let's do this. 这边先这样吧。What? Yes. 来推北边，我们把矿产给拿下来。要放一个农场。然后农场放一个，这边等着盖市场银行这样。You again. A new task. Roger that. 早上开台哦，有空就早上开啊。这早上大家要上班上课啊。不影响大家。对啊，大家要努力上班赚钱呢。这样子我一开台，害你们一直看台，赚不了钱了，那怎么办？大家就好好赚钱了。上班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应该是盖得下的。算了，这一排还是盖房子好了。好，这个洞推出来一点。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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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木屋也研发好了，感觉可以直接跳市场了。我觉得十天之前，说不定就可以弄出市场。啊，送能量跟，哎呦，爆冰快一点好了，这个还可以。买台积电睡饱数钱。Yeah. 哦，现在买台积电的可以发财是不是 ？You again. 我的腾讯不知道涨多少嘞。有人帮我看一下腾讯涨多少了吗 ？You again. 感觉都不知道涨几倍喽。Building completed.我的阿里巴巴哦，没有买阿里巴巴哎，我只有腾讯的。300左右的时候买的吧。啵啵啵啵。升级。What? Okay, gotcha. 奇怪，这边僵尸这么多、哦。Attention, building completed. 难道先派两只过来推好了？我看我是发现鬼屋喽。派过来，派过来帮忙了，不然这样奴车永远盖不下去。好，可以了，封印。
应该是可以封印成功的。哎，这边都不用理了吧？能源工坊我们都放到北部去吧，北部拿下来之后，能源工坊放一放。Great。买什么能翻倍哦？就看哪一间游戏公司要出新游戏就买嘛。要动，要多用用自己阿宅的知识啊。Okay. 那游戏橘子，游戏橘子买了那是肯定不亏了。游戏橘子那可没坑过。They are trying to break through. 噔噔噔噔噔噔，菜市场。再拿两个食物。这边该不会是封死的吧？还是一个小洞哦，不好说。感觉是一个小出口。我觉得这边可以架到两台奴车，比较安全。现在有钱，国防多投资一些。有人在那磨牙，处理一些、啊。我、哦、好，这边长这样啊、哦。好的，好的，再挖一下。怎么突然一排僵尸往这边走过来啊？东部竟然会来自东部、哦、很稀有、欸、从东部来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见了。为什么我弓箭手感觉少一只啊？这边两只，好，东部小推一下。食材作坊，高速拼死神拓图吗？这场我不出死神了，我要全出泰坦。这场我的选择只会有一个，就是泰坦。这一波我要菜市场。这一场没有点那个领域，没有办法领域展开，得稍微拉扯一下啊。还是不要发出那个撞墙壁的声音比较好。Mighty Titan， 对啊，想推图就是 Mighty Titan 直接发飙嘛，就这么简单。好，楼上可以拉一下了。The chronology was such finished。来，北部一起推。A new task. You order, you pay. Yeah. Gotcha. Yes. 这个是。阿鬼是你啊，大凯的家。好，那这边先封住了。那看来双奴车是要再架在这个地方，楼下不用了。
Yeah, Roger that. 学姐的声音是游戏最小声，好像奴车也很小声吧？ Yeah, great. 奴车虽然他这样扑嚓扑嚓的，但好像僵尸其实是听不到的。Okay, but it's gonna cost you double. You hold that plan. 好，封印，这边也封印。So tired. 那我们先把北部给拿下来吧。北部作为我们重要的农业区，尽快拿下。Do you need me? What? Are you sure? 看一下，这边放一只。Yeah. Gotcha. You are gonna pay for it. Our forces are in danger. Are you sure? 52的农场。Yeah. You are gonna pay me for this, right? Okay. Gotcha. 哦，很凶，很凶，很凶。Okay. 跑起来了，跑起来了。今天一样是九百派一次通关不啰嗦嘛，没错。说的对啊，今天我们就是要一次过的啦。木头用一下，等你这边放一个仓库。仓库应该是可以先下了。这个跳一次，然后我们就直接仓库。好，仓库。这怎么仓库一盖下去，僵尸就会冲过来？哎，盖房子的声音是真的很大。可以加11，然后再发个电。先盖奴车再发电。我这边通过来了。这边已经有点接近大哥了。好像要过来帮忙一下、啊。这墙壁要是爆开，那是相当的危险。哎，好像有点多哎，好像有点多哎。不是呢，不是呢，他们很凶哎。你真的不要这样嘞。完了，奴车要倒了。那等第二台奴车了，再来一台。相当危险，相当危险。没事，第四撒起来。看我第四帮的威力。哎，不妙哎，不妙哎。Building completed. Our buildings are being attacked. The infection is spreading across. 哇，第四都 hold 不住了。Great. They are trying to break into the buildings. 夺回计划启动。Our defenses are being attacked. Commander?Attention. Building completed. 修理。Any orders? 好。Perfect. 慢慢的把地给抢回来啊。Our forces are in danger. Is everything okay? Okay. Sorry, sir. I was cleaning my weapon. Okay. Let's do this. Any orders? 可是学长再这样开枪，应该是真的蛮危险的。我们慢慢修，慢慢拿。What? Roger that. Yes, tell me. Ready and waiting. 发个电。They are trying to break through. Any infected around? 启动。Oh, more orders. 这个好像不能启动。先修东西。What do you want now? 啊，等第四还要再厚一点。这边有大哥啊。What?
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的处理。Great. Okay, let's do this. Yes. Great. Are you sure? You again. 大哥，真的先不要冲动哦。Units under attack. You hold that. Building completed. 大哥，您先别冲动啊。家里升级一下，拿一点经济。Great.OK， 开始修理，领域展开。还行还行，又活下来了。他的这些又化解了一波。莱纳真的先不要啊！莱纳你不要啊！瞭望塔感觉用不到。Attention, building completed. 动画莱纳已经要做了呢，准备来到最精彩的部分了。Our forces are in danger. 开刺。Attention, building completed. 怎么办啊，楼上这么多大哥哦。Attention, building completed. 这样采石场重新运作吧，我感觉差不多可以开始铲狙击手了，让狙击手去右边这个鬼屋。好好练，等一下，十只就可以开始练了吧？感觉23天可以开始练功。You are gonna pay me for this, right? Yeah, gotcha. Okay, let's do this. Technology research finished. Great. Attention. You call that technology research finished? 600个人口啊。You again? Yes. 我觉得下一波打完之后就可以换市长。换市长指日可待。This better be good. Great. They are attacking the colony defenses. Are there other units to battle? 哦，有一群冲过来了。阿嬷，怎么这么多阿嬷？ A new task.大家不要剧透啊！不要剧透啊！有很多人就是想等那个。想等那个完结篇的时候再把它一次看完的，大家千万别剧透了。Okay. 我们这里禁止剧透的。Okay, let's do this. Attention, building completed. 啊，像我也是打算等它完结篇再一次看完。北部哎、欸，危险啊这波。You are gonna pay me for this, right?Attention, building completed. I feel like I'm going to do a little bit of the first time. Let's see from the west. Okay, from the left side. You're going to pay for this, right? You order, you pay. The walls are under attack. 那这里的话。领域展开，就引他们到这个上面走一走吧。这边这样放着吧。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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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跑的都先引过来，一起杀掉。JJ 有机会给大家看一下 Ever 精心制作的12月抽奖介绍吗？12月抽奖介绍，好，没问题啊。这12月都抽完嘞。Yeah. Okay.
Units under attack. Yeah. You hold that. It's gonna cost you double. The walls are under attack. Yes. Whatever you say. As long as you okay. Yeah. Are you sure? Yeah. Straight to the heart. 你过来, 慢慢处理啊。 Yeah. 刺死他们, 刺死他们, 刺死他们! Okay. Let's do this. 开刺, 开刺! 怎样? 这效果 这效果真的biang biang叫 好 冰岩吹了 虽然学姐是非常不幸的阵亡的一个 但我觉得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是 他在那个里面 啊就没有路嘛 这也没办法 这里赶快清一下，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大哥快要受不了了，千万不要吵到大哥。等一下啊，鬼屋怎么长到这里来啊？ 不对嘞，这鬼屋那是很大片嘞。耶，这把没研发了。哦，好危险，好危险。哦，这边，这邻居，哎，这邻居管得很大哎，他地很大哎。 先都封起来吧，先都封。嗯，这里怎么破几坑？太奇怪了，这边还有破几坑的。Commander， 这边食物稍微拿一点。 好，地磁拔掉，拿点食物。钢铁的话，挖一下吧，挖一点钢铁，开始铲狙击手了。先买一份钢铁。我们说有一个市长可以少10%那个，少10%生产速度。 我觉得这边都不好推了。哦，他怎么刚好打不到？阿嬷太卑鄙了啊，在那个视野的死角攻击。看一下，对吧？推左下吧，推左下吧。学长。 学长现在是不能动手了，然后这边领域最好都放一下，至少可以打死那些小僵尸。好，展开，来看看这区长怎样啊？ 嗯，这区值得一推。如果有4个弓箭手，那这边推很快。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剩一只是要怎么推？剩一只只能靠这个弩车了啊。 Gotcha. Straight to the heart. They are trying to break through. Great. Is that all? So boring. Yeah. Great. Okay. Let's do this. Great. Yeah. You order. You can. They are attacking the colony defenses. 哦，这个一枪还打不死。 Great. Whatever you say. As long as you pay me. Yeah. Gotcha. Scout.
guide me through the infect. The walls are under attack. You are gonna pay me for that, right? 哎，他怎么不先打这个，再打墙壁的？有人在偷摇啊！有人在偷摇啊！Orders, sir. 好，再缠。Our defenses are being attacked. Great. 双兵营。这是怎么这么早出狙击？因为这一次我想直接进攻他们那个，想直接进攻鬼屋。A new task. They are attacking the colony defense. 存到十只就进攻鬼屋。The walls are under attack. 这边先封这样了。哦，这边如果一只大哥冲过来，就是两只一起冲过来，真的没有办法。感觉会完全打不了。那两只一起冲过来，到底怎么打？这边准备架哨塔了，先打打鬼屋练等吧。看一下科技，直接研发酒馆。一台弩车不拆啊？你说这一台啊？那想要不要拆？哎，因为那边其实蛮危险的。如果大哥冲过来，我突然要盖也来不及啊，还是先放着吧。先直接多塞房子了，我看银行暂时弄不了。好，上岗。这边准备开始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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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lding completed. 这枪声还引不出邻居啊！过来啊，过来啊！就是我，就是我，快过来！就是我攻击你的村庄啊！好，大家都过来吧。就先多塞一点。这里好像放不了农田了。这里的农田都小小的，那就拿来发电喽。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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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雪莉，直接在他家放鞭炮了，受不了了吧？受不了了吧？这谁受得了？小暴动来了，这边等级练一练，下一波就可以冲出去了。哦，这里还有几只，好，又满一个岗位了，再来一个。哇，练功圣地耶，这里真的练功圣地耶。那边不用双弩车吗？不用啊，那边都要推的，省钱呐，省钱。没那么多钱的啦。好啊，这边经济已经被我吃到极限了。这块地已经差不多不行了。哒哒哒哒，南部。They are trying to break through. Sniper is ready.场不搞事吗？我每一场都是不搞事的。
看起来应该是冲这个比较小的这个口。那还好不是北方哎、欸，北方的话大哥绝对直接冲过来。很升级了。我们有食物了，我们有食物了，哪里能放就放，多放一点吧，我抢一点食物，忍术偷食物大法。老兵数值会差很多吗？差一倍啊， DPS 差一倍。动动动动动动啊，攻速差一倍，然后攻击力好像差20吧。好，继续开铲啊，那个练过之后差超多了，很难出去啊。900%我就觉得要走出去真的很难。为什么这边感觉有鬼屋的样子啊？为什么还有一堆女鬼出来？不会啦，不会啦，怎么可能有狙击手顶不住的？那可是狙击手啊，最强兵种。The colony is under attack. 这边有两个选择啊，一个是往这边推，但是这边也没有食物啊，我觉得只能杀大哥了。不杀大哥，这里永远不得安宁。死神哦，死神是防守最强兵种，但也仅限于打小僵尸。算了，推左下角好了，推左下角吧。Yes, tell me what to kill. They are trying to break through. It's a nice day to die. Who do you want to punish? 出动，出动！我要离开舒适圈了。这里再待下去真的不行了。走出舒适圈，花钱。I need to explode this car. The walls are under attack.北部还没有惊动到大哥啊，如果大哥真的冲过来那也没办法了，其实这个数量的狙击手应该也打不过他。盖个哨塔，手上有人在鼻地哦，不扯哦，可恶，看不到他。大哥跟巨人哪个强？巨人单体比较强啊，大哥本体不强啊，但大哥小弟很多，他一直绕狼。不知道这盖不盖得好，应该可以哦。敌人的数量没有很多。要爆仓咯。好，先拉一点狙击手出来吧。我没有办法花钱了，现在就是进入了这个清僵尸的时候啊，只要开始清僵尸了，钱就开始花不掉了。这边要再放一个仓库。好，封起来。
头作坊，石头作坊就是真的超级难盖的东西。石头作坊实在是太吃地了，完全都没什么机会可以盖出来。我拿下这块地，我就可以石材作坊了。啊，就抢地啊！这游戏就是要抢地、啊，不断的攻击他们的村庄就对了。楼下那边应该是不会被贯穿吧？这是一条路吗？哎，这一条也是一条路哎，可恶！还好，牛车都打得到。楼上开始变多了，观光客越来越多了。来前进，要不把这一台直接修好吧，虽然它挺值钱的，但是战力应该也很猛啊，把它修起来保平安，三个石油。哎，石油有什么困难？有钱就能买啊！再来把这边推一下。要准备交战大哥了，好，开始修复。这局会出泰坦啊，这局我一定出泰坦，这局我的目标就是出泰坦，然后扫地图。这个东西等等，它打打打打打是很大声的。来了来了，开始了开始了。哎，放错了，不然放到哨塔了。Sniper is ready. Attention. Building completed. My rifle is ready.My police lady， 这一块地其实看起来是整体不错，够大片。好，先就这样架枪吧，等到我们把周围的僵尸全部引过来杀掉。拿到的地赶快发育一下好了。再生产。拿到地好像也没怎么好发育的。无钱啊！我无钱啊！哦！哎呦，收入加80块！你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市长，你就是真正的市长。真正的市长就该长这样，永续发展。现在收入是低得不得了，收了市长这个补助，
大家又能活了。我怎么感觉这个机枪塔好像不太有机会发力啊？好了，这边封死之后，我觉得楼上就快受不了了。吃五十块，不中了啦。Building completed. Attention. Building completed. Attention. Building completed. 石头作坊要准备塞了。Attention. Building completed. 噔噔。好，食物耗尽来了。北部这一波，这一波就真的是要大战大哥了。Attention.My rifle is ready. So many times. 与大哥决一死战。这边怎么刚好没接电呢？好，把弓箭手跟学长派到这。再拿一块地。没有问题啦。在这边就可以把他们歼灭了。然后看是。应该就是这边的大哥会直接冲过来了。墙壁封好，准备跟他拼命。鬼屋也蠢蠢欲动了。领域展开。这边怎么也小暴动了？把这两个，哎，大哥先来了。好，那我们先处理一个大哥。为啥？为啥大哥突然冲过来了？那是很危险。没事啊，没事啊，另外一个没动嘛，除非两个大哥一起来，那才会炸。鬼屋开始了啦。我的家在刚刚领域展开了。喷毒仔。我右边坏了，右边坏了。开门！这鬼屋真的是不打不会怕呢。出门，出门，出门！受不了了啦，太坏了啦！Who do you want me to banish? Nothing is better than pushing a bullet through his head. Sniper is ready. 这些狙击手压脸拆房子。我要在他们的这个城上面盖一个石头作坊。哒哒哒哒，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啦！啊，我狙击手也升级了，升级之后真的差超多哎。没办法，已经开始 A 到房子了。先打近的好了。换个打法，改打近的。
They are trying to break through. 这东西可一直都不能少啊。Our forces are in danger. Your sniper at your service. 哒哒哒哒。要清多久？到底要清多久？科技先爬吧。他们人很多，他们人很多，我也不能这样放过他们啊！嗯、大哥开始跑过来了。我大哥冲过来了，大哥冲过来了！哇，竟然挑这个时候啊，大哥！太卑鄙了吧，大哥！大哥，你这样是真的输了啦！挑这种时候冲过来。他小弟不多了，可以啦，这个应该都是扛得住。大哥的小弟应该被上一个大哥给用光了，上一个大哥那一波应该是已经把所有小弟都用完了。前进！歼灭鬼屋！有酸民不怕，狙击手啥都不怕。我们就这样列阵，慢慢的 A， 看一下其他地方。这里要塞银行了，这里要都更，然后把银行塞进去。另一边手动都更，你手动都更也没有比较快啊。你手动都更了，僵尸的量是一样的、啊，你 A 下去，僵尸就跑出来了。对，就这样慢慢前推就好了。Our soldiers are in trouble. Yeah.每次就前进一小步。大哥冲过来了，后血的后退，后血的后退。直接银行。银行要的地好大、啊，再来准备盖酒馆吧。发电厂、石头屋。可以拿来盖房子好了。好，这里可以塞得下一些房子。下一波来了，有点难清嘿、欸，这个真的太难清了。哦，西门，希望是走西北方啊，这样我们刚好就跨过去直接支援。变得，哎呦，西北方哦，我觉得走这个口的几率很大。我觉得这里分走一半应该还行，其他的拉到奴车那边打吧。拉到奴车后面打的话，应该是还可以。
好，架好。Our defenses are being attacked. 两面开弓。这里其实墙壁很厚，要打穿不容易啊。这一波也没有到很多的死。领域不展开吗？没钱呐，没钱怎么领域展开？OK， 下来支援石头屋，开始研发。这边等等再放一个农场了。我觉得这个口好像可以卡着。看你鬼城是多勇啦，其他的过来守一下。棒棒棒棒棒棒，通通打爆，通通打爆。其他地方也要做点事。震荡塔，这边看能不能一波把家里全部都变成石头屋吧。什么东西？54。你家没了，那一定啊！我用力拆啊！我直接双发电厂。哎，这边的狙击手在混呢，蔡兵的攻速也太慢了。51个月的订阅啊 ！Oh my god！哇，家里那几个真的是在混呢。小心点，他们攻速太慢了，拉出来一点。那也再派几个过来。好，石头快捡，石头快捡。46天之前，家里全部都要是石头屋。兵营要再给他开出来了。石头屋，石头屋，哎，我还有一只学姐可以捡东西，好爽。石头屋，石头屋。哇，石头屋超吃石头，但一定超多钱。哦，我知道了，这边的没有先架枪啊，他们在混啊。可以再多加2。来站出去，然后架枪。石头屋超吃石头，我怎么记得我昨天好像有说过这句话？但我还是得盖啊，没有办法、啊，外面还有铁。
It's a nice day to die. 好，拿你家补我家。Let's go. 补助拿好拿满。Building completed. Attention. All right. 来，补助拿好拿满。Attention. Building completed.可以再放一个兵营好了。这边在挨揍哎。The colony is under attack. Yes, give me something. 派几个人过来协助一下好了。人家石头墙壁。哎，你家就是我家了，不要分这么细了，我全都要，都要。我要被打死，要被打死了。咚咚咚咚。好，那边亮够了，再来换这里，继续推进。Attention, building completed. All right. 我通关过吗？我通关过的地图那可多了。这块地我全要了。右西门。They are approaching from the west.全面都更，都换成这个吧。石头借一下，老地方呢。应该是不需要太多人。拿点菜兵过去补一下就可以了。枪先架好。垫不到最外面，都大概垫得到啊。反正他们会一圈一圈的过来啊，慢慢垫死就好了。然后那边就是菜兵修炼场。没办法，都更还在进行啊，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啊。先把南部的给都更掉，闪电。加油加油，我再多派一队过来。闪电。可以啦，相信我的闪电好不好。哇，你那闪电可不是盖的、啊。只有肥哥比较危险一点。等一下，大哥怎么来了？哎，大哥不是你这样子，你要来要先讲。可恶啊，大哥，你怎么挑这个时候来啊？They are trying to break into the building. I need to kill someone. Attention. Building completed. Yeah. Attention. 我的老天鹅啊，大哥不要啊。They are trying to break through. My rifle is ready. The infection is spreading across the colony. Yes. Units under attack. 这个咋办呢？地雷东西要修了。Under attack. No. 大哥这突然冲过来了。我那边也还有事情在忙啊。
哇，这个修好要花多久啊？52天都修不好哦。哇，盖酒馆了。经济是没怎么掉啊，但我掉了块地，花时间把它打回来。采石场倒是全面停摆了。好像猜到什么奇怪的东西了。好，很好，封死。OK， 继续。任务继续，我们不能停下来。还好石头其实还是很够。多来一点人，多来一点人，持续督更。蹦蹦蹦蹦，好，都出来防守。Our buildings are being attacked. 这游戏通关要多久？很快，很快。现在马上就要通关了，在大概75天的时候可以通关了，在25分钟啊，在25分钟左右。那边不该放那个。送一个银行哎、欸，哦，泰坦变便宜。泰坦，泰坦，该开始搞泰坦了。酒馆要100个食物、哦，这么多、哦。资源匮乏、欸，快捡，快捡。这么大，这边这么大、哦。先赶快把它清干净。再来一个。看到巨人欸。这也知道怎么守啊，就把口封起来啊。还能怎么守呢？痛扁巨人。这边就是拉过来盖墙，拉过来盖墙。老少。南部。直接电塔盖好吧。Building complete. Last night I played.
难过是真的有点麻烦呢。这边有30只的住房的。这边再派一点过来吧。有人被喷死了，这边资源会直接爆开耶。好了，该来整理资源了，资源太多了。好，这个被咬掉了，哇！木头也缺得太严重了吧？哎，不是啊，大哥又来搞啦！大哥，你真的不要哎、欸？完啦，必须再派人过来啦！大哥发作啦！好像还行哎、欸，应该也不会掉。快快快快快快走过来，快走过来！别咬我家，你们别咬我家！架好。好，再来挡住南部的。哦，我家停电了，可恶！电打不喷了，但应该还是清得完了。看这边的大哥有没有要顺便过来一起给我们杀。这一天应该是还不会有暴动，电塔先多拆一点。好，修理修理，把石头买满哦。好主意，钱太多了，钱太多了。I need to kill something. Yeah. My rifle is ready. Building completed. I need to kill something. Bullseye. Our forces are in danger.石头多啊！来把家里的经济赶工一下吧。来南北均衡一下，那边真的要处理。这边是因为把鬼屋给打下来了，一定要拿下来。嗯，为什么这有一只大哥啊？什么状况啊？哪里跑出来啦？酒馆哦，酒馆我要盖。啊、弄个酒馆好了，这么多食物、啊，100个食物在这边弄一个酒馆。
先多插点卡吧。全面爆仓。好，钱捡一捡，我们该去杀巨人了。该搞那个弄石油的。哎呦，不对啊，酒馆还没弄啊。拆掉一座，先弄酒馆。能源50。城墙有洞，为什么有个地方没撒到？城墙啊，因为到最后这个游戏的墙都是这样撒的，固定撒法了。酒馆可以加100个工人呢，反正还可以加10%收入啊，其实还行。这就封到这边吧。再来这边清一下特殊僵尸。他们这里要补充一点人呢。哦，大哥冲过来喽！大哥冲过来送喽！好，这边补上吧，这边补上吧。其他地方的洞洞也要补起来。北部，好啊，一起清完这一波，然后就要出门了。阿拉特斯拉转换机是什么？难道就从这吗？不太可能。让防御的先过来，感觉应该是走这了。把节奏跟昨天差不多，那就代表这是标准节奏，稳中之稳。啊，我68只一起过来。轻鬼屋会用舵哥，轻鬼屋怎么可能会有舵哥？哎，这区站是封死的，舒服。先进来。他们怎么走进来啊？哦，这里是，这里有这个，有钉子户啊。应该是可以吧。巴拉巴拉巴巴，打一个分流，这边打近的，怎么又好像感觉不太可以啊？哎，对，
完了，没有震蛋塔好像会倒哎、欸！太多了，他们太多了！可恶，应该要把那一座哦，那一座箭塔应该换震蛋塔的。啊，这不行了！太大意了！哎哎，我的震荡塔了啊！为什么不盖震荡塔？到底为什么？不盖震荡塔，我是傻逼啊！可恶，那么多的狙击手竟然 hold 不住哎、欸！以前都是狙击手直接分流就可以了。信我一把，信我一把，真真正正的最后一把了。哦，对呀、啊，我刚刚哦，鬼屋都打完了。整个流程那么的顺利，哎呀，功亏一篑，我先去尿尿。